梦明星出轨门，将嘻哈歌手酷狗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李小璐夜出酷狗家一事引起了轩然大波，然而更大的暴风雨或许正在等待着他。就在今天上午，新华网官微发博点名批评梗，不想千古流芳，也别遗臭万年，低俗当不了个性，恶名换不来资本。唱着教唆青少年吸毒与公开侮辱妇女的歌词，这样的歌手不尊重行业和观众，传播不了和平与爱，即使得过某一冠军，他也不配拥有嘻哈的舞台了。当然，谁为低俗传播提供平台，我们同样要对其说不。梦想出名可以，但别娱乐至此。共青团中央官微一怒斥 PGONE 在歌曲《圣诞夜》中教唆青少年吸毒与侮辱妇女，作为公众人物，在网络舆论场应该给青少年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，传播社会正能量，而不是相反。假如真的纯白色的粉末在板上走，那么已涉嫌触犯国家相关法律。大家来看看《圣诞夜》的歌词，真是污秽不堪，无独有偶，红花会另外一首范冰冰同样让人听了不可言喻。下午 PGONE 微博也回应道歉称，早期接触嘻哈文化，受黑人音乐影响深厚，对核心价值理解偏颇，在此郑重道歉。而对于这番表态，网友们并不买账，纷纷表示要封杀。事实上，今天早些时候，黄毅清就在微博爆料称，李小璐出轨事件是酷狗自导自演，并直言酷狗想红不择手段，酷狗从明日之星沦落到人人喊打。如今看来，这一切只能说是自作自受。此时此刻，也会有一首凉凉送给酷狗最适合不过了。